我是铁道旅行安排者 Love， 在2008年七月二十号新左营站14:42，头发证是5224，就海线港七组的1216南岸今天彩绘，彩艺有一号电流加八级举报号车厢，新是这么情况。接班524就海线港七组的1216南岸今天彩绘。来日有一号，电头加八节举高车厢，西四自动门主航，谢谢用看。喜欢的话可以多多按赞，请多多订阅我的频道以及账号的。31第749三星靠头多的 PP 之前2主位实际新左人在，谢谢各位观看，喜欢的话可以多多按赞，也请多多订阅我的频道及观看的影片。本次列车沿途停靠新左营、高雄凤山、九曲塘、屏东以及终点站潮州。谢谢各位观看174931前往潮州的 PP 之墙啊，实际新左营站。37谢谢各位观看，喜欢的话可以多多按赞，请多多订阅我的频道及观看我的影片。